带你们逛逛南门市场，它旁边有停车场，蛮方便的。搭公车也可以到哦。这家的腊肉很好吃哦。这家的素食的东西也不错，蛮多馒头、面条的可以挑选，还有新鲜的肉品。这家蛋饺超好吃的哦。
二楼是美食区。家牛肉面超好吃的哦。可以用悠游付哦，挺方便的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、追踪、开启小铃铛哦。